近日，韩国知名艺人权志龙在街头偶遇粉丝，他头戴帽子，身着碎花衬衫搭配西装，不刮胡子的他表情搞怪，看起来随性而亲切，与舞台上那个光芒四射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。此前权志龙涉毒案终于迎来吴贤仪结案的喜讯，这一结果无疑让众多粉丝和关注者松了一口气。据韩国警方透露，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和取证工作，权志龙的涉毒嫌疑被彻底排除，因此决定不移交检方处理。这一消息的公布无疑是对权志龙个人声誉的一次有力维护。此前由于某些不明真相的传闻和猜测，权志龙一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然而警方经过严谨的调查和科学的分析，最终确认他并没有涉毒行为，这也让权志龙得以洗清冤屈，重获清白。尽管经历了涉毒案的波折，但权志龙依然保持着对音乐和时尚